顺畅。我的这个右手的话呢，是推的比较顺畅的啊，相信很多人都是右手推的比较顺畅啊。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古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02期的节目。今天的话呢，突然插单呢，来给大家做一款官方今年度的最新系列主打系列 Kingdom 王国系列。那我的话呢，目前的 Warrior Class、Leader Class 还有这个 Commander Class 都已经先入了。那台湾的话呢，Deluxe 等级呢还要等到11号呢才会上架。那目前能够买得到的呢，我就一口气呢先全部带回来了。那么呢，挑了这一款的话呢，是因为呢，我在我的这个微信的动态上呢，我发了一个小小的投票。那我发现呢，大家呢是最希望呢我先做这一款，啊，大概统计了2个钟头之后呢，我就赶快呢把它给拿出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了。包装盒也是很漂亮啊，一样是笑了一个角的一个造型。那这一次的话呢，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啊，就是它的这个包装盒的话呢。它这个内部呢，在这个地方，你看这里有个金碟，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藏着一张的人物卡的。那这一次人物卡这个又重现出江湖啊，这个在收集上呢又是一个修罗道了。那据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物卡好像每一盒都是乱数的，也就是说呢，你是这个 Artemis Primal， 但是里头的人物卡呢却是随机决定。那我的话呢，就抽到了这个是魔龙勇士啊。运气还不错啊，这个家伙我还蛮喜欢的。那这个人物卡呢，是本身是纸质的材质吧，这个材质我是比较喜欢的啊，我比较不喜欢那种硬式的电话卡，这个已经在节目里头不下数次的说过了。那这个收集起来的话呢，又是非常漫长的一条道路了啊。说明书的话呢并不是很大张啊。那这一款的玩具呢，严格来讲呢，这个如果不跟我说它是 V 级的话呢，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赖的一个 Deluxe Class。那玩具的大小尺寸的话呢，算是又是一个新的突破，又一个缩水了啊。这个是过去的一个低级的玩具，那放在一块儿，那比重的话呢，还其实也是稍微有点偏轻了啊。那我先大概说一下，一握手这一款的话，我初拿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啊，这个手部的平举这个关节的啊，这非常的紧啊，这个地方往上翻的这个上下翻这个关节紧到不要不要的。再来就是这个手腕。主要是说手腕这个地方转动的都非常的紧，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油光反射啊。我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啊，还有在这个地方给它上了细油。那我再一次讲一下啊，细油这个东西啊，我后来真的很认真的去查了一下，它这个细油在大陆的话应该叫做龟油啊，是一个石头旁，然后旁边是两个土，这个字念应该念龟吧啊，那应该是没有错，应该是念龟油。那各位就知道了，如果说你真的找不到所谓的细油或是硅油的话呢，你用沙拉油，没有错，就是做菜的那个沙拉油啊，去沾一下呢，也是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的。那所以的话呢，就这个在玩具的这个紧实度上的话呢，以我手上的这一款呢，我个人觉得并不算非常的好，有点小小的卡，就有几处就是转动的时候呢，是真的是需要你去稍微去留意一下的。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刮漆，这个刮漆呢不为什么，这个你人物这样脚一抬啊，一个不小心啊，这个就刮伤就产生了啊。一拿到的时候就很帅气的来个跪地的呀，在这个极地的动作，然后马上就受伤了啊。那各位明白就行了。那作为一款这个 Voyage Class 的话呢，身上呢没有任何的齿轮关节。那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小彩蛋呢？是有的，在这个手部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地方你看到这里有个按钮呢，按下去的话呢，啊，是可以把这个它的一个手里头藏这个炮呢给推出来的。那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我的这个左手的话呢是推的呢比较没有那么一个顺畅，比较没有那么顺畅。我的这个右手的话呢是推的比较顺畅的啊，相信很多人都是右手推的比较顺畅啊。那推的话，你看这个炮呢果然就比较容易拿出来了。那这个炮的话还可以上下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幅度的转动。那手指的话呢是可以张开，可以握持武器。这个武器的话呢刚刚给各位展示过了啊，它是可以安插在后面的。
那你如果说是拿在手上的话呢，会拿得非常的稳，非常的稳。这个地方，手部的这个火炮先把它收进去，有一个武器啊，拿反了，拿反了就直接转一下。那武器的话呢，上方的这个部分啊是涂装的，应该所有的一个塑胶成型色应该是跟握柄是一样的。然后的话呢，可动度呢就给各位提一下，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上下可以动，然后看起来像是香肠嘴一样的造型啊，还是蛮可爱的啦。上方这个炮的话呢，如果你不喜欢露出来，也可以收到身体里头去。待会变形的时候再给各位展示如何收进去啊，是非常简单的。手臂的平举360度的转动，然后额头肌可以转动，以及手肘啊这个地方没有过度比较可惜。手腕是可以转的，腰身也可以转。脚的话呢，前踢后踢都没有问题。膝盖的话呢，在这个地方红色的关节跟这个部分呢是有一个结合的小小卡扣的，这里是有一个小凸的啊。为了维持人物的美型度，我会建议各位还是把它扣起来好了。然后脚的话有一点点接地关节，这个油压管的话做得很漂亮。那这个地方有个小关节，这个呢我认为是一个变成猩猩的时候呢，为了让脚的能够生动一点所提供的一个转动啊。那幅度只有这么多啊，能不能转更大力我不知道，我是转不太动，我不太敢转，怕把它给弄坏了。那行，那背后的话呢是这个部件呢有个卡进去，但这个卡扣的话呢，以我手上这款卡的并不是非常的紧啊。那身上的毛发的处理，我觉得也算有一点诚意，但是称不上非常精美。以 V 级的玩具差不多吧啊，这个也算是给它个及格的分数吧啊。那关节的紧实度啦，一体性是非常好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以这个金刚王的一个变形来讲的话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合格的。这个地方用力压啊，稍微压，第一次搬的时候是比较要用一点力的。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身体的一个前后给分开啊，从这个地方捏住啊，把它往后面给分开来，然后这个地方把它给推出来。推出来之后呢，要做第一个前胸的位置做一个翻转，将这个猩猩的这个胸肌呢给翻出来。再来是把这个头部这个地方拉出来，先把这两个炮呢给收进去，然后呢做一个360度的翻转，然后猩猩的头呢可以再转到前方来啊。这个转猩猩的头这个转轴啊，也是比较偏紧的手感啊，比较偏紧的手感。然后呢就把这个身体的部分呢再一次的推回去。接下来就是一个，这个是一定要有的这个腰转动作。这个金刚王变形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腰转的话呢，就感觉就真的差了点意思了啊。然后呢把这个头的话呢是稍微的抬上来就行了，手臂的话呢往前放，如果你有手炮翻出来可以这个时候暂时先把它给翻进去。背包的话呢打开之后呢做一个180度的翻转，脚的话呢往后面抬一些些，再把它往前面推下来。那么呢以这个猩猩的话呢，它这个按照说明书啊，它是有所谓的四足形态跟这个两足形态，我们先做一个四足形态啊。这个地方推油压杆推上去啊，这个感觉还是蛮舒服的。这个地方推上去，然后这个地方把它往下面折，那这个脚往上提的角度是感觉是越高越好，但是呢为了保持这个造型或是可动度啊，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调整。那接下来就是我刚提的这个小腿这个地方这个转轴啊，在变成猩猩的时候还是往外翻一点可能好一些，会比较自然一点点。那这个手臂的话呢就往上面抬一些些，当然这个是看你平常是怎么观察猩猩的啊，你觉得猩猩应该是怎么样，手是怎么摆，那它就怎么摆了啊。那这个四足着地的形态呢就完成了，这样的将它呢给放到桌上。我们把镜头的话呢给放低一点点，哎，我也不知道这个玩具怎么变成猩猩之后好像感觉就是体型缩得更小了一点点啊，毕竟这个手啊什么的都是往下在缩短的。然后我们这个头部的话呢，索性啊，这个头的话呢，在猩猩状态下还可以往上面抬起来，往左边右边还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幅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猩猩的一个头雕，我手上的这一款啊，这个眼睛是没有和会上面那么样的一个漂亮啊，眼珠子没有那么明亮，但是也算是猩猩界带着忧郁气息的帅哥了啊。那因为他的这个，你看这个嘴唇是紧闭啊，而且它是有一个往这边歪过来，不知道是在就是一脸非常严肃的一个感觉啊。那由于它的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第三方啊推出配件包，
给他换个表情，比方说这个嘴巴张开怒吼的表情，因为变成说呢，他的这个表情这么严肃啊，你可能要做一些比方说捶胸啊或者怎么样的动作的时候呢，感觉就会，你可能会觉得差了点意思啊，因为表情不对啊，表情不对，这个各位应该懂我意思吧，这个表情不对的话呢，就感觉就感觉没有那么威武，甚至你这个两手举高啊，比如说你想要表示心情愤怒的时候呢，你这个表情就不是愤怒啊，就感觉就差了点意思啊，差了点意思。不过整体来说，这个头调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比较喜欢的。那在行星状态下的一个可动的话呢，就跟人形也差不了多少，这个就看你怎么样去摆放一个动作了啊。从后方来看，那这个部分还是会显露一点点。武器的话呢，当然你也是可以，还是可以在行星状态下是背在后面啊，这个就感觉就是 OK 星星游侠嘛，其实是星星队长。那他在这个说明书里头的话呢，是还有提到一种所谓的一个是两足站立的状态。那这个其实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原本的后脚跟呢、啊、它本来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我们是把它反折，就这个推开之后啊，从这个地方那个转轴啊，把它进行一个反向的一个折叠。那这个关节也是非常的紧，这个关节也是非常的紧，但是呢，由于是足部啊，所以呢，我就不上这个细油了啊，因为是脚的话呢，它可能平常支撑的东西比较多，我就故意不要上了，就让它就紧就紧吧啊，那就会变成折成这样。刚刚是对不对？就是这个地方刚刚是折上去，现在变折下来啊，差别也并不大。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完成了它的一个人形的一个站立形态的一个星星。啊哈，那一样是靠着这个关节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脚的外扩啊，可能这个人物看起来会再更加的自然一点点。那在这个情况下也是帅了啊，然后这个对不对？这个摆动作啊，猩猩因为跟人类是亲戚嘛，就比较可能你要摆猩猩的动作也是可以啊，但是就不需要什么站坐卧躺趴了啊，就拍猩猩或者拍妹子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呢，这一次的话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款。这个 Hasbro 在2021年的这个主打新的一个产线 Kingdom， 那挑了这一款也算是主角吧，这个 Optimus Primer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